我跟各位推荐这一件 HR 新的防泼水外套。那这件外套呢是 3D 剪裁，所以呢活动效果非常好。好，那它的袖口设计呢有个魔鬼毡，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在我们下雨的时候呢有一个防水防风的效果，这样子呢我们在钓鱼的时候呢水就不会从这里渗进去了。那另外呢它的胸口还有下摆呢各有两个口袋，还有里面也有一个口袋。那外面这口袋呢它有一个防水胶条的设计，这样子呢可以防止水渗进去，然后防止我们的物品呢掉出来。好，那它的拉链设计呢是上下的。什么是上下？就是上面有一个拉链往上拉，那下面呢一是往上。那这个设计呢是在我们可能要找东西的时候啊，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时候，下面呢我们不用把整个拉开，我们直接由下往上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最方便的一个效果。那这个帽子呢也是一个可以穿脱的，如果不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拔掉。那如果说有下雨啊或者说有风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遮起来，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防风防水，而且呢这外套非常的有型，推荐给各位。